电铃多了。对不起，有了，我可都存在见了，对的呀，修你对的，对，修你呀，对，你看我这扣的，对不起，嗯，对不起，你看我都扣坏了。来混合糖兄弟们，39.8的拍一发奖金啊！真正老铁好吃的糖果啊！没拍的兄弟们，咱又拍了一单啊！100多款老铁，龙给你们组建成这20款糖啊！这20款嘎嘎好吃，兄弟们，你能拍老铁必须拍了一单，真的混合糖确实好吃啊！2斤装2斤的，谁家老铁逢年过节老铁都得拍了一单糖果啊！龙吃面条那个发型真酷，吃面条那个昨天那发型是吧，昨天那个等他老铁们等他妈半宿，他接我的时候老铁都10:40了，他接我的时候都快10:40了啊。从哪里发过俄罗斯那个咱们这个口岸老铁们啊，咱们中国跟俄罗斯的口岸，那个咱们中国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发过啊，我能给我找俄罗斯女孩可以吗啊。俄罗斯小姑娘老铁，你要有心的话有的是，你叫我今天老铁出去吃饭去啊，某种饮料到了，相当哇塞，孩子喝特别喜欢，谢谢，感谢哥哥啊。你像你个俄罗斯兄弟咱多了不说了，你刚才我今天吃饭那说碰着老铁就碰着了，真的啊。完了刚才那个果汁啊，咱家粉丝某种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的，我这个果汁今天我没打反正太去介绍啊，完了因为我过几天可能也发不了货了，也算是俄罗斯会员果汁，真的俄罗斯当中老铁算是咱们国内叫会员果汁的，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的，29.9一瓶的，兄弟们拍一发俩，一瓶是970毫升，小绿枪一升装的啊，口味老铁随机发送，你尝这果汁老铁们相当好喝了，这果汁老铁们咱家马上过节了，女生啊男生啊小孩啊喝不了酒的，你可以老铁喝一个那啥的，可以喝这果汁，绝对老铁是那个啊。来自己家粉丝老铁们，没上刺刀的必须约老铁一单啊，天花板级别的，那не надо не трогай где вот здесь两斤，拍一发两斤啊！我让俄罗斯人咳嗽也咳嗽啊！越来越老，越来越。我能有人太坏心眼多，他现在老头俄罗斯女孩当老铁，他算心眼多的。这果汁行兄弟们啊，29.9两瓶啊。空姐搁土耳其呢啊，能拍老铁拍的一单吗？又我们下播了。不能糖我拍的都行，咱家这个小糖厂老铁们绝对可以啊。白俄罗斯女的俄罗斯女孩一样吗？我要在白俄罗斯上学找个女孩一样，兄弟们，俄罗斯、白俄、乌克兰、格鲁吉亚啊，什么这个那个波兰，兄弟们，他们这个女孩老铁们性格几乎都差不多，都属于天性善良嘛，性格比较野啊。其实老铁俄罗斯人坏吗？他们老铁们真就不坏啊。给我的感觉啊，兄弟们啊，有点不能越来越野了，原来可温柔了呢，就是求完婚以后老铁们就是他我俩确定关系了，
然后越来跟我俩越来越皮了。以前他都不敢嘚瑟，以前往这一坐铁的都不敢碰我，现在我这小嘴巴让他给我扇飞了。以前他哪敢呢，我一横着眼他都害怕。以前我是老板，兄弟们，以前我是个老板啊，现在他妈的对吧，他能看到老铁咱最丑陋的一面，他看到咱们不是最丑陋一面，他看到咱们就是最那什么一面了啊，就是这个那个一身不挂的一面啊，那就完了。以前老害怕我了。完了把那个果汁龙我也拍了是吧，果汁老铁能拍，咱在这个堂老铁最后一人拍第一单得了，完我就下播了，兄弟们啊。我困了。困了。39.8拍一发奖金的。俄罗斯混合糖兄弟们39.8二斤装的。100多款，完了我给你们挑选出这20款来，两斤装组合的。咱们马上快过年了，咱自己家粉丝老铁能拍的必须搂他一单。100多款糖39.8两斤。啊。来兄弟们。必须约楼梯的天花板级别的。有点嗯，跟老铁们完说声拜拜得了。拜拜。啊来吧家人们啊，39.8拍一发展机俄罗斯混合糖啊。现在510单，咱多了不说的兄弟们，1分钟时间咱能拍老铁一人必须干他一单。门楼糖收到真好吃。100多款糖老铁们挑选出这20款糖来，那都是说精品装的精品啊。门楼是真好吃，感谢。39.8两斤啊，不能，这糖确实不错，因为咱家这个糖里面兄弟们都没有一个是说次糖，是老水果糖老铁不好吃的，一个都不给你放，咱家要能放就放点好糖，每一个老铁一个是一个，孩子吃大人吃老人吃，哎这糖真不错，你能想起我来，咱过年还能继续拍，真是兄弟们啊。完了有孩子就不会这么疯的，也够呛，他就这性格的啊，他们就这性格啊。嗯，我能海对面播不？一会儿的，兄弟们，一会儿那边播啊。39.8啊，两斤的，自己家粉丝老铁能上刺刀的，必须要拍这单，515单了，走你来，兄弟们。